AG 超玩会2比1战胜苏州 KSG， 连续两把完成大翻盘。 CAT 的鲁班大师在决胜局 C 麻了，不过 AG 目前的状态很不稳定，他们既能赢下 S 组的队伍，也能败给 A 组和 B 组的队伍。 AG 今天一共打了三场比赛，在雷霆杯以1-3不敌广州 TTG， 然后在幸运杯又败给了老干爹大鹅，最后一场比赛却赢下了苏州 KSG。 AG 真的是遇强则强，遇弱则弱，能赢下 E-Star 和 KSG， 却也能输给 TTG 和杭州老干爹大鹅。新版本翻盘的比赛实在是太多了，这一切起源于经济追赶机制。在 AG 与 TTG 的第二把前期可以说一直按着 TTG 打，而且 TTG 的边路双高全破，但是在20分钟的风暴龙王最终被九尾的王昭君抢下， TTG 一波就直接逆转了比赛。第四把更加离谱，破三高领先7000，经济也能被翻。这把 AG 在前期同样是顺风顺水，但是在进攻水晶时上头了，被 TTG 反打成功，千城的黄忠也站了起来，拿下了一波4连超凡。所有人都围着孙大圣做了一个保护，鲁班拿了一个大招拉到公本，公本一个大招反挑一下，他们看一下一诺双滚再点人找黄忠，但是二技能没中，刚才一诺这个二技能放偏了，让黄忠又有了输出的环境，反滚一技能在 A 射手之间的一个对点出了一个名单，现在还没点过，最后让黄忠站到最后，他又穿进苍穹。关键团战输出50%，一个是60%，再往前三。是的，有连锁还能再点四连超凡，千城，哇！刚才最后射手之间的皇城 PK 啊。最后一波墨子和廉颇控住了黄忠，但是一诺的孙尚香被一星给框住了， AG 的大输出位率先倒地，而千城的黄忠却站到了最后，最终一波团灭了， AG 翻盘成功。又来了，这时候关键是又一个链子，接着这个是把黄忠给救了回来，复活甲还能站起来，看一下这个一样一个弥勒还想腾时间，但是又有一个链子还刷了一个盾，再加上吸血，只剩下 CAT 的一个墨子，但是墨子这里还是被蓝找到，连续被翻盘，心态真的容易炸。随后 AG 在幸运杯又败给了杭州老干爹大鹅，效应的火舞甚至出现闪开队友的场景。不是，主要是他们两个人摸鱼的话，我就摸不了鱼了。哎，干嘛一闪自家队友啊？啊啊！交了两个闪现啊！有火舞和吕布的闪现。但是在对阵到苏州 KSG 这场比赛， AG 也让对手尝到了被翻盘的滋味。在第二把比赛中， KSG 也是全程优势，早早就破掉了 AG 双边的高地，但是在打风暴龙王时， CAT 把张良沉默了一下，未央二技能进场加惩击精准抢下龙王， AG 同样用这一波就完成了翻盘。老夫子还在往前顶，公布他在侧面，我还有20000血，大乔看见了，公布他怎么抢，什么情况，二技能给抢掉了风暴龙王，顺带还把海月的大招给破掉，老夫子三关，海月还被公布武装单杀，后面的话晚星的复活甲被打出来了，下路下路上路有兵线，在兵线呢刷了一条龙，刷了一条龙，不用回家，这里有机会要一波未央，未央一个二技能加个粉丝把龙给拿下，把海月给单杀。在决胜局 CAT 的鲁班大师真的是细节满满，在中路为鲁班挡住了关键的扇子，并把火舞拉回来反杀了，在边路这波抓晚星也是很细节，最关键的翻盘点是在蓝区拉到两人，这一波阿泽的掉点让 AG 在中路直接通关了。这个阵容推塔不要太快，虽然 KSG 用命保住了水晶，但是场上的节奏已经完全被 AG 掌控。在比赛14分钟，鲁班先扫残了东皇太一， CAT 的鲁班大师进场拉回两人，火舞和药进场没能切死鲁班， AG 最终5-2拿下水晶。 CAT 又是 CAT 拉回来两个，哇，这一波吕布也很危险，看一下药进场想打伤害，可以这不对火舞，但是火舞已经蒸发掉了，药也要往后走，打出了鲁班枭的一个复活，打完复活之后再一个会神再打鲁班枭，但鲁班枭站了起来，这一波横扫千军啊。目前幸运杯的积分与 E-Star 并列第一，大家觉得 AG 目前的实力到底怎么样？